思考世界，阅读自己，欢迎收看慧灯问道。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现实生活。什么是生活呢？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概念。从我们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生就开始了，而活着则是一个过程。从我们咕咕坠地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一个人经历的可能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光阴。所以好好活着就变成每一个人特别质朴的愿望。我们今天隆重地请到了慈生楼珠堪布，我们先掌声地欢迎一下。谢谢。希望堪布一会儿呢，可以以这个智慧的启发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那今天还有几位嘉宾啊，大家呢从年龄到职业再到大家的阅历都各不相同，也是希望各位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可以从他们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身影，也可以从他们的故事里找到更多人生的启发。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位呢是志刚，是一位全国性企业集团的执行董事，我们欢迎志刚。各位好啊，看不好。这一位呢是丁雪纯，是我们在场最小的一位哈，90后啊。那他是从农村到北京，希望通过自己打拼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的生活，也非常的欢迎您。大家好。好，这一位呢是吴坤，今年应该是52岁哈。对，欢迎您的到来。这么好，大家好。这位呢是杨飞，之前呢是外企的职员，但是为了要更好的教育孩子，所以呢就现在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在家里相夫教子哈。对，也非常的欢迎您啊。大家好，他们好。谢谢。说起这个生活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向往的生活哈。这两年呢有一个综艺节目也特别的火热，就是叫做向往的生活。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有非常美好的这个田园风光，有温馨可爱的农舍，大家呢自己采摘自己做饭，轻松惬意，简单美好，这可能是每一个城里人向往的日子哈。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生活美好吗？你们向往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啊，哪一位先来介绍介绍？我最向往的生活肯定是身体健康了，然后呢，吃穿肯定得不能愁，是吧？然后呢，就是开着车，然后带着老婆，是吧？然后周游世界，这是我向往的生活。听起来非常的美好哈，诗与远方，而且呢，还得这个有时间有自由哈。对。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哎呀，现在的生活，你看我上有80老母，下有呢这刚刚生了9个月大的外孙，然后自己呢有房贷，那身体呢有痛风，这就是我的现状啊，压力比较大。是是，上有老下有小，也属于是夹心阶层。对对对，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阶层哈。其实这个节目我的很多朋友们也都有这个看过。我个人来讲的话，可能我倒对这种田园生活我倒可能兴趣没有那么大，因为我认为刚才主持人其实提到了，其实不管是田园也好还是都市也好，重要的是那份惬意啊，那种随心自在。其实我认为对于我来讲，随心自在可能要比田园生活更重要。要比田园生活更重要。但实际上可能我跟吴老师也一样，在这个生活中也没有真正的体会到这种随心自在惬意的生活。这个吴老师说他生活中面临了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啊，限制了自己的地方。我也一样。可能就是这个。打个比方说，我可能更多的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举个例子吧，就像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这个一个大巴车一样啊，这个拉着一车人啊，你不能随意的停车，你也不能随意的变道，你也不能随意的改变方向。中途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风景比较好，想去这个游玩一下也不行啊，也不行。那其实对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年纪的人来讲，其实可能更多的我们要去担负啊家庭的责任、企业的、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责任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让自己变得自在起来，也很无奈。听到了责任，听到了无奈，听到了压力，同时呢听到了对于自由的向往。是是是。我先说一下我的现状，因为呢也是几年前吧，因为就是孩子需要照顾，就是没有这个人辅导功课什么的，所以我就辞职在家做了一个全职的妈妈。这几年呢基本上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我经典的一天。每天早上6点多起来，起床要给孩子们做早饭，做完早饭要喊孩子们起床，起完床以后就是开始吃饭，吃完饭以后呢马上就要送去上小学，之后我就 要去菜市场啊，去超市啊买菜啊，买一些这个要准备今天的午饭和晚饭。买完了回来以后，因为早上做完饭的一些这杯盘碟子都还没收拾嘛，就要去收拾，收拾完了以后还要收拾屋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洗衣服啊，各种各样的家务。一看表，哇，11点多了，我得给自己做顿午饭吧。是，所以呢就开始给我自己做午饭。做完午饭吃完了，哎呦，感觉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我得休息一下。又一睁眼又快2点了。那因为像我一般孩子有时候是2-3点钟就放学，有时候是4点钟放学，那3点钟放学我得2点多就去接他，到了那边接上他回来以后就是又开始忙着准备晚饭。准备完晚饭，好，孩子们然后老公都吃好了，很开心了，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完了，到点了该辅导功课了，就又开始给孩子辅导功课。辅导完功课看表，把孩子哄得睡上上床了吧，10点多了就睡觉吧，所以一天就这样也就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对，这就是我的现状。稍微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太一样，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哎，一个家庭主妇的生活可能会有轻松的部分，还有大把的时间呀。听您这么介绍下来发现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在。 对，所以说我最向往的生活就是拥有足够多的大把的自由的时间，可以做我时间想干任何的事情。对，就特别自己感兴趣的事。说法这个时间其实他还是挺能够自由支配的。你看中午你还可以午睡，还可以中午还可以给自己做点自己喜欢吃的饭，晚上做完饭以后自己的这个爱人和孩子也很高兴。这不听起来挺美好的吗？听起来挺美好。晚上你的辅导功课啊，那辅导功课是语数英还有各种各样的课外的这些班级，周末有时候也要上。家庭的快乐和幸福吗？这个听起来哈有点像有一点像围城里和围城外哈，这个在围城外打拼的觉得哎家里的生活干什么事儿都这个快乐。对，在家里面的围城里的人呢觉得说我只要能出去有点自在的时间就很棒。对，我把你们都扔下，我自己一个人出去特开心。像独自的生活。对对对。嗯，因为以前是在职场的嘛，是后来也因为家庭原因就辞职在家了。所以呢现在就是因为一看到哦，原来家庭主妇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完全不是跟我想象，就跟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你应该拥有很多的这种幸福快乐的日子啊。但是真正您要是回归家庭，您去试一下这个家庭主妇的生活，我估计您就不这么说了。是，这个还是得自己试一试才知道什么滋味啊。对对对，对，所以我其实现在还是蛮向往的，就是能够再回归职场吧，再打拼一下，实现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理想。还有理想想要去追求。谢谢杨飞的分享。那就我们90后的丁雪纯分享一下哈。首先向往生活这个栏目吧，就是一些明星在里边体验生活，就是做一些农活啊，然后自己做三餐，就是看的人就没有接触过真正农村生活的人，他可能觉得啊挺轻松挺惬意。其实我想稍微吐槽一下，其实田园生活并没有电视表现那么轻松。其实你像拿他们去掰玉米作为例子吧，其实真正的农村生活他种玉米是种好大一片的，然后掰的话就必须在1-2天之内掰完，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可能玉米就是坏了，会那个发芽什么的。然后就是而且掰玉米的时候你必须要穿长袖，你穿短袖的话你去地里干活一天回来以后胳膊上全是一些口子，然后你去洗手的时候都是特别疼的。然后我感觉可能综艺节目它体现的就是一些轻松快乐，其实真正的把这个农作物作为你生活的基础来源其实并不轻松。
又听到了一个围城里和围城外哈，大家向往的这个农村的生活觉得惬意，但是呢其实真正的在这个农村里哈，在这个田间地头真的干过活的人会觉得说没有这么轻松惬意。对，还是每个人的生活只有自己去体验才知道什么滋味。那丁雪纯，你现在自己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呢？我向往的生活就是在北京有一个自己的房子，然后和爸妈一起住，就是希望我能负担他们的生活。很孝顺的姑娘哈。是，那几位都已经聊完了，大家有没有好奇子墨说堪布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我挺好奇的，大家都好奇，是吧？对，您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我向往的生活呀，是我向往的生活呢，就是从22岁到现在啊，我在这个佛学院的30多年的这个时间呢，读过的这个生活呢，基本上就是我向往的生活。因为每天都有比如说学习，然后呢打坐歇熟，然后就是焚香，还有有一定的这个利他，每天都有这样子的，所以我现状也是这样子，然后呢向往的生活也就是这样子。这个听下来特别令人羡慕哈，基本上是满意度最高的一位。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向往的生活哈，每个人会觉得有一些条件在，比如说像刚才大家说到了有时间呐、自由啊，还有一些财富啊等等都有哈。那现在有个小游戏给大家，每个人呢面前有一个信封，信封里的东西呢是一些美好的事物，让大家可以实现自己向往的生活。大家现在可以拆封看一看。一把牌啊，一把牌。我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这里面一共有18张。经常有人会说，哎，我呢是这个人生啊有一把好牌，代表什么呢？我人生里头，哎，比如说有财富呀，我这个有很好的家庭环境，很好的教育啊等等啊，一把好牌。有人说，哎，我这人生呢是一把烂牌，就是经常坎坎坷坷哈。现在给大家一次机会，可以选择一下自己这个命运的时刻哈。大家觉得有哪些关键词是实现向往生活的必备条件？请大家选出来。可以选多吗？可以，可以多选。然后呢，在这个环节里呢，也是请堪布做一个观察员。一会儿大家呢选出来这些答案之后呢，您根据大家的答案和想法，给大家一些点评啊，还有一些这个一些意见的交流。那大家现在可以选择一下。我怎么觉得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呀，一把牌。这个丁雪纯已经选好了哈，果然麻利啊，快速做出选择，快速做出选择。这个好不容易有一次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是还想要更多，摆不下了，还想要更多。好，那我们就请这个哪一位啊，先讲讲自己为什么选这些。我先来，您来。这个，先跟大家说说有什么，我给大家念念啊。财富、事业、梦想、权势、爱心、智慧、自由、健康，一共8张牌。为什么选这些呢？可能我这个选的这8个里边，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吧。我认为呢，这个首先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群居动物里边的一个个体来说，我们需要你跟周边的人进行合作、进行协作、进行协同，可能我更多的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我们能够为别人、为自己的朋友、为自己的周遭能够去贡献什么，能够去推动什么。所以呢，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呢，那么我想这个爱心就是必须的了啊。那么有了爱心，你还得有一定的智慧啊和头脑来去实现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能我个人吧，也更多的希望能够。刚才说到我的希望的生活里边，我希望能够自在啊，自如，健康是保证了啊。那么有了财富以后呢，也许在一些事情上面我会更好的去实现我的想法啊。
那么这个事业呢，可能我更多的理解为我做的和我的梦想之间这样的一个衔接啊，所以这个也是我认为能够去有助于我去实现我想法的这样的一个途径通道啊。这个梦想，我认为这个人类是离不开梦想的嘛，人类之所以前进，之所以进步，包括个人的这个成长和发展，其实都是因为有了梦想啊。诠释和可能看起来这个词好像比较中性一些了啊，但是这个词我认为看怎么去理解它，如果用得得当的话，也许会有助于去实现我的梦想啊，和去实现我的理想啊。刚才志刚说的这些哈，我觉得可能跟他现在的这个职业和所处的这个环境很有关系。因为您在一个企业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们可能是需要靠着您的这个努力哈，实现他们的梦想。所以您看，在您的选项里面哈，有事业，有权势，然后呢，同时也有对他们的爱心。通过您选的牌，也了解到了您的想法。非常的感谢。那我们再来看看丁雪纯。我选了八张牌，然后有那个自由、梦想，还有财富、健康，还有一个朋友，还有一个爱心、心态和品行。然后第一个吧，我先说一下品行，这个是做人的标准吧，必须有一个好的品质，就是诚信、正直。然后还有一个爱心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你有能力的时候，你最好是我认为啊，是奉献你的爱心。比如说有的人生病，你虽然你捐不了太多，你捐个20-50，这也是一份心意。如果将来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大家也会来帮助你。然后朋友这张，是因为虽然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人陪伴，自己一个人也太孤单了。是然后这个再一张是心态，我觉得在社会上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如果你因为一件事受委屈了，然后你也没法去跟任何人说这个委屈，你只能自我调节。然后这个梦想和自由，我觉得这两张吧对我也挺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件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去做，因为你人生也就这么几十年，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是不要让自己有遗憾。这个自由的话，我觉得是我现在应该是具有的，因为我现在其他的没有，就是有大把的时间。然后这个健康和财富，我觉得财富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财富可以给你，就是给你一些生活的基本啊，水啊，食物啊，衣食住行都需要依靠它。然后这个健康的话，就是你没有一个良好的身体，你有再多的钱也没用，你也不能带走。这是我的这些观点。听到了一个20岁的一个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些想法哈。说到了很率真的一些理由，也说到了对于财富的向往。了解了，非常感谢。那就直接从这边吴国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有点不一样的，应该我没有权势，没有事业。然后跟那个小姑娘比呢，我应该没有梦想。健康，自由，智慧，这是一组吧。家庭朋友，财富呢能给我安全感。然后就是品行也是了，品行、爱心和心态啊都要好。我认为四组吧。吴坤老师这个分法啊特别的理性哈。不仅是把牌分开了，而且还分组了。真的特别有这个职业习惯啊。了解了您的想法了，我们再来看看杨飞的。我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最初级的这个需求，因为我最想要的就是自由。所以说现在就是想要有一大把的时间，有各种各样的自由吧。然后呢，但是自由肯定离不开这个安全的前提，就是因为一定要把这个自由控制在一定的框架范围之内，所以呢就要选择安全。那没有一个好的心态啥都甭干，因为有时候这个心态是可以决定一切，就是可能你看待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心态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选了心态这个。那健康也一样，健康是一，后面其实要没有健康后面就全都是零，这是健康。品行呢，就是这是做人立世的根本吧，就是如果没有品行，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其实也不称其为人了，
这个是我选的。那如后面因为我有梦想嘛，但是要实现梦想，要没点才华肯定不行。还得有才华。对，所以必须要有才华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那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呢，要有智慧。嗯，哎，就要是没有这个智慧的话，可能这个梦想实现起来也会比较困难啊。爱心呢，就是因为你实现的这个梦想的最终，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把你的这些要有一个大爱吧，能把这个大爱能传播给更多的人。嗯，所以我选择最后是选的爱心，也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啊。是是是。堪布，我想请问一下您啊，您看大家选了这么多，看似不一样，其中有没有什么相同的部分呢？有啊，相同的部分，比如说这个自由啊。大家都需要自由。对，我们所有人都选了这个自由。嗯，对，是，还真是哈，每个人都选了自由。是。然后呢，这个爱心啊，也是我们所有人都选了啊，对，都选了。然后呢，这个智慧啊，嗯，智慧也就是我没有。所有人都啊，我没有智慧。你选了这么多好牌，就说明有智慧。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也有很多好的，对，这个自由啊、心态啊、爱心呢，选的非常好啊。嗯，对，就是这一个，多数人就三个人就选了这个啊，智慧。是的，是的。我也选了一个智慧。然后呢，健康啊，我们所有人都选了。对，健康也是所有人都选，所有人都选了。对，然后这个梦想，啊，好像也所有人。我没梦想啊。吴老师竟然都选了。吴老师没有选，其他人都选了。嗯，都选了梦想了。曾经有梦想。对对对。曾经有梦想。然后呢？其次就是是不是这个平行啊？我有。平行啊，你有？哎呀，有三个人有选。因为我有爱心，因为我有爱心，最大的隐形力。对，品行的一部分哈。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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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行都选了，然后剩下的安全才华，这个就不一定了。不一定。嗯，对，这几个是大家都选了。您觉得大家选的这些有没有什么背后一些共通的理由呢？可能也许今天只有四个人在选，有更多的人选的话，也有很多人可能会选这些选项。对对对，我相信啊，比如说如果有更多的人的这个更多人来选的话，首先第一个呢，大家一定会选这个自由。嗯，肯定会选这个自由，因为人都有，都需要自由，人都向往自由。所以呢，比如说在他的家庭呢、工作的环境呢、各个地方，因为幸福就是来自于自由。你人不自由了以后呢，这个幸福指数就会很低的。比如说家庭的不自由啊，然后就是工作的不自由啊，对。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今天有更多的人的话，大家也会选这个。那另外呢，这个爱心可能也就更多的人也会选，可能是我想这个可能几乎没有人不选啊，因为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价值当中呢，爱心就是一个地位比较高啊，所以大家也觉得人应该有爱心，所以我想可能有更多人的话也就会选这个啊。然后呢，梦想也就会选，梦想也会选啊。尤其是这个年龄稍微比较小一点的呢，梦想就会选啊。然后呢，就年龄比较大一点的话，就没有梦想了，不是没有梦想了，已经梦想已经成真了，梦想已经成真了，堪布智慧，堪布有智慧，然后呢，健康肯定是所有人都会选的啊，是的，对对对对。那这几个我想可能所有人都会选啊，健康、梦想、爱心、自由这四个。对，你因为这四个呢，对一个人的生活、工作都非常的关键。然后这个当中啊，如果我选的话啊，来看我选了什么。实际上最后我不会选这么多了啊，我就会选智慧，选智慧，第一个智慧，第二个爱心
啊，我就选这两个。为什么会选这两项、因为这两个有了以后呢，其他都是有些是科有科五的，然后呢有些呢已经在这个里面了。那也想请问一下您哈，就是现在您因为已经实现了您向往的生活嘛哈，然后目前的这个您说哎从二十几岁哈在学院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生活，对对对，这个跟智慧和爱心是有一些关系吗？有当然有了，比如说我学习啊，然后呢协助，然后打坐啊，打坐修心啊，这些都跟智慧有关系啊。然后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说焚香啊和利他啊，这个就是爱心。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已经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个最理想的，也就是不一定是有智慧有爱心，但是呢就是向往啊，向往这两个，一切都是为这两个。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人也很活得很幸福的，很开心的。对，但是还要补充一下啊，我可以这样子啊，但是呢你们呢也不能这样子财富啊还有权势也要一定的，对，也是需要的，对，也是需要的，朋友啊也需要啊。其实你们选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选的都有道理的。是的、对对对对，是的。刚才其实大家选了这么多哈、非常丰富的一些条件，然后呢堪布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是幸福。可能这些呢都是实现幸福的一些条件。是是是。那堪布您说到底什么是幸福呢？幸福呢比如说很多人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有一本书，也就是专门讲这个书的题目就叫做幸福是什么。然后呢这本书里面呢有全世界150多位这个非常权威的这些大师级别的人呢就在谈这个幸福是什么然后说了很多很多很多了，这个大家说的都不一样啊。但是我想幸福跟这个幸福来获得幸福的渠道这两个是不一样了。幸福呢只有一个，但是呢获得幸福的渠道就不一样了，有各种各样很多很多了。比如说这个梦想也是一种渠道了，这个获得幸福的。然后呢年轻人如果没有梦想的话呢就行尸走肉生活就不知道为了什么活着啊。然后呢自由也是，爱心也是，健康也是，这些都是这个获得幸福的这个渠道方法。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我刚才讲的这本书里面呢也讲了太多太多太多的那但是这个幸福呢实际上幸福它本质上呢幸福都是同样，任何一个只要是一个人类他的幸福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梦想不是幸福，是幸福的来源自由也不是幸福是幸福的来源。然后呢爱心跟健康心态智慧所有都不是幸福，他们都是幸福的一个获得幸福的一个渠道或者是幸福的来源，还不是幸福。那幸福它本身是什么东西呢？最终就是简单的最简单的语言讲幸福就是一个美好的感受就完了这里面都有了再讲的话那就是幸福就是讲不完了，有各种各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刚才吴老师也提到了比如说周游世界是幸福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比如说收入稳定的收入是这个幸福。然后有些人呢认为这个和睦的家庭是这个幸福，其实这些都不是幸福，它是幸福的来源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财富是幸福的话那么所有有财富的人都要拥有这个幸福但不是但不是，他很多人都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健康是幸福的话呢，那么所有健康的人他的幸福指数应该是很高的但不是健康的人就幸福指数很低的人都有的，所以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活得幸福，但是这些都不是幸福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子。幸福呢就是一个
内在的一种感受，然后这个感受呢，每个人都向往的，每个人都认为是一个美好的，然后每个人都认为啊，这个是大家都是很喜欢的啊，一个这样子的感受啊，这样子去形容的话，我觉得这个里面呢，基本上这个所有的这个对幸福的这些事情啊，都已经包含了啊。有些时候呢，比如说一瓶水，也是让你得到这个幸福感啊。比如说，就是在外面呢，这个烈日下，这个干活的人啊，比如说你让他坐在这个树荫下啊，就让他喝一瓶水，也是很幸福的。他觉得很幸福，这也是幸福啊。这不能说不幸福，不是幸福。这个庞大的物质财富，不能给别人带来的幸福感啊，有一瓶水啊，对某些人啊可以带来这个幸福感。所以呢，幸福它这个从这些东西来讲的话，什么东西呢让你真正能够带来幸福，这个是说不清楚的。对，是这个。刚才大家都选了很多的条件哈，刚才呢堪布说其实这些都是幸福的来源，对对对，但是真正的幸福呢，刚才堪布说是一种内心的美好的感受，感受啊，其实大家应该最应该抓住的是这个感受，知道这个感受从哪里来，可能就能获得更多的幸福。对，但是如果啊就是一个人只追求这个感受的话，那也就是享乐主义者，那也不行的，还得有个度。还有这种比如说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啊，比如说短暂的这种感觉啊，那比如说一些物质，比如说一些药物啊，它也会让你有这样子的感受，短时间。所以呢仅仅是追求这个也是不对的。那这些所有当中呢这个心态它就会决定这些东西啊能不能给你带来幸福啊，就最后呢它来决定心态是最重要的。 对，心态是，如果你有好的心态啊，那么对任何东西啊都可以给你带来这个幸福啊。比如说家庭幸福、工作这些，它本身来决定你的这个幸福和快乐啊。我们对家庭的态度，我们对工作的态度，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态度就是这个心态啊。那么它来决定最后这个家庭啊能不能给你带来这个幸福啊，最后这个工作能不能给你带来幸福，全部都是它来决定。比如说，如果心态好啊，刚才你们思维就是代表了这个一大群一大群人的生活啊。如果心态好的话，十个人的这个生活啊，都给你们带来这个幸福，肯定的。如果这个心态不好的话啊，刚才你们的这个四个这个不同的生活和工作啊，都不能给你们带来这个幸福。对，最终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不能忽略了，这很重要。谢谢堪布刚给我们的分享哈，反正我想每个人都是希望获得自己向往的生活。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大家，无论您现在手上正在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牌，那通过刚才堪布给大家讲的这些呢，大家都能够利用好现在手上的资源，获得幸福的生活。